小韩，最近压力大吗？大呀！来，给你个这个东西。还是啥呀？哇塞，小猫鼠玩会输。这里边一共150个不同玩法，拯救不开心。玩完了就开心了啊！开心。和小猫鼠一起玩软这本书吧。看图猜成语啊。花好月圆。是吗？嗯，这么简单，我怎么会不会呢？看看小韩弄到脸上啊。还真的可以啊，写下你期望的余额，梦想总是要有的。你余额多少啊？这么多呢？你这梦想有点大呀，你。你这是一点点儿。妈，这都是零啊！这生僻字试着念出来吧，你。耄耋饕餮。下一个是啥？蒺草能成。不对，小孩拼音都不会，你再给我拼一个，这个是啥？能成。画一下时钟的十分秒，看小孩画的啊，让你们意想不到。十分秒。12点吧，凌晨呢？试着左手画 W， 右手画 M， 是左手啊、哦，他这个是。你咋不走直线呢？啊，跑偏了。我不小心问啥？画的不直，你。这里边整整150个都是简单的小游戏。牙齿丢了，给他整一下的吧。这是活牙的呀，这是。小虎牙。那叫虎牙呀。嗯。牙都丢了，萱萱，你想要那都要一起穿了得了呗，跟那兔子放松1分钟。你那是兔子吗？你那是狗叫。幸运卡，心想事成，恭喜你获得一张幸运卡呢。明天我就拿这卡给我整一个好渠道啊！我有幸运卡呢。哎，限你3秒钟，3、2、1。失败了，大姐，人家是尖牙的，你在那嘎给我做挑战。念完了，肖像，画就画，谁怕谁？这都多简单啊！看，画一张，我还有一张吗？不画，画个头发吧。他现在是秃头，没事，头发都不稀的在他身上长。大哥都放一片饼干，不用手吃到它。你看小韩要怎么表演这个事情？他砸了我眼睛，你眼睛了？进眼睛里了。啊？你那是玩赖？不是，我是一个笨子。憋气的人画一起，看你能画多少个。咱们监督小韩啊，开始。咱看着小韩，盯住他啊，看他能画多少。好了。可以了，停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小安憋气，一共画了12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都能画多少个呢？反正我就是只能画12个，因为我妈妈在那逗我笑。谁逗你了？你自己没憋住你啊？